睇下路线啦，转翻过嚟咧系左手边先。咁啊，卡路士就唔喺呢边噶吓。咁啊，原来马基利尼咧走咗去佢个位，开先。好啦，先手咧系一个中距离嘅波啊，俾上嚟，咁但系冇用喎，失咗啦。喺右边咧又系一路走啊，咁但系咧仍然俾住啊呢个森茂吸翻定，俾翻沙维。在中場咧，係再轉過嚟左手邊，左手邊係沙子嘅世界啦。咁啊，雨又冇細過喎，下半場啊，有啲雨嚟啊，一路都咁大啊，亦都喺外圍啊。而家李斯加今日唔使佢招呼呢個費高嘅名字之舉啊。咁啊，由呢個佩奧爾咧做得相當稱職。好啦，森茂又嚟啊，出到啫嘛，呢啲波哇！哇！呢啲波如果咧佢係唔係落得咁深，個波彎咗出嚟咧，真係分分有機會彎入喎。哇！又有分雨啊！咁啊，大家睇起嚟咧都辛苦啲噶啦，落咁大雨就好啦。皇家馬德里就準備換人啦。啊！睇啲球先啊！哇！呢啲爭，又爭又掹啦！呢個希亞路啊，掹住佢嗰個面衫唔俾佢喐啊！哇！好似想落手咁啲喎。謝你尾啊！如果拍到你就有難啊！我哋機取下火箭，咁啊阿邦祖咧係入世啊！咁啊皇家馬德里跟住都換人喎，咁啊見到咧摩連迪斯企咗喺度啊！嗱，我睇翻呢個波咧，真係球證如果吹手球嘅話咧，你真係完全唔可以話球證判錯喎！哇，影只老彩啊！幾愚蠢㗎，咁樣用手嚇睇到嘅話就一定十二碼啦。馬基利尼咧退入火線啦，由摩連迪斯咧係入踢啦。咁下半場到中段咧，其實呢啲調動啊，朱姐都應該係正常嘅調動。係啊，要加強個功力㗎啦。咁首先咧係將古迪啊，今日表現唔係咁好嘅古迪咧係調離場，而家再將摩連迪斯呢位攻擊球員係調入嚟。不過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場梯。巴塞羅那方面咧，就首先咧就派咗法蘭迪保亞入嚟。咁又變咗同艾比拿度咧陣守中路，將高古咧移前少少，咁啊換走咗丹尼，咁即係話打少個前面嘅，咁啊變咗咧就此次比獎啦，咁啊可能咧稍時間白斯丹嘅皇家馬德里咧就可能係採取主動，但係咧巴塞羅那咧就打其反，即係快速嘅反擊都唔頂嚇，打咗成30分鐘啦喎，下半場仲係白衫嘅皇家馬德里。皇家馬德里輸緊一球波啊！啊，卡路士走翻過嚟左邊啦！好，地波拿攞到！哇，佩奧爾右腳咧一鏟咧將個波鏟過嚟呢邊啦！李華道唔去得，俾翻後邊先。細都仍然係唔曳嘅巴塞羅，如果有機會咧，再調多一粒添啦，贏硬噶啦，真係呢場波兩球波就冇得追噶啦，黃金馬德里。你話到唔落底線喎，俾翻出嚟係真噶喎，射得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未完，哎發你整多粒，點知你又唔夠運啊，中微落咁勁啊，呢個波射得。高估啊！啊，即係好嘢啊！之前咧就好似打個防守中路守將咁嘅角色，咁啊法蘭迪波亞出咗嚟，而前少少即刻咧有個射門俾你睇啊！呢個球員真係好全面嘅，兩次中柱咯，巴塞羅那一次中未，一次中柱啦，今日唔夠運啊！佢真係唔夠運，應該又可以攞多粒啊，穩穩陣陣。嗱，睇睇高估射呢個波好勁啊！咁啊撲唔到噶啦，卡斯華斯已經咧撲唔到噶啦，彈未啦。中地下就不入，系咪用手啊？真系有啲似用手喎，你个样子，我相信掂到嘅，真系掂到个顶啊！啊，我哋机一顶咧，弹翻咧，应该系打到佢嘅手出嚟嘅。唉，争啲拦唔到呢个波，咪换咗一个咧比较高大嘅中锋啦，摩连迪斯入嚟啦，好啦，有机会啦。走啦！有啊有啊有啊！哎呀，省中咧就係巴塞羅那嘅守位，改變個方向，凹咗出界。咪費高咧打到呢一刻為止咧，呢一分鐘為止咧，先有一次突破性嘅推進。
已經去到嗰度咧，冇人可以阻止佢嘅地帶。點知咧，艾比拿到嚟到咧，係打橫俾佢省一腳，將個最有危險呢次嘅攻門咧係瓦解咗。都唔可以抹殺咧，皇家馬德里追和呢個機會嘅。咁仲有咧係十幾分鐘，十三分鐘。好，又嚟國球。咁其實咧，皇家馬德里喺最後尾嘅十幾分鐘換入咗咧，係摩連迪斯咧係屬於一個賭博嘅換人啊，賭博性嘅換人。佢呢個中鋒咧，其實今年咧都一路都受緊傷嘅，一路都同傷患咧係搏鬥，都未出過場比賽。所以呢個咧係突然間喺咁重要賽事咧換佢出嚟咧係幾冒險。不過問題就話佢嘅身高佢嘅踢法其實咧係而家皇家馬德里最需要嘅。咁啊隊長希亞路咧頭先咧嬲到咧攞啲嘢掟出去底線嗰度嘅，因為太多人掟嘢入嚟啊，可能佢投訴即係咁多人掟入嚟，真係冇得踢過，我開唔到角球咯，真係。其實都啱過作為球員啊！你咁樣掟嘢，我點踢啊？你影響我的情緒，我又驚你掟親我，倒不如我停一停啦。如果你再係咁，我真係扮下嘢唔踢都嚇嚇你都好啊，因為你領先嘛，你係主隊。好啦，國球要開啦嚇，咁啊沙維好走開，都有嘢掟埋嚟嘅。龍門出嚟打空咗，打翻入中間。艾比拿度再加腳解圍，咁啊，皇家馬德里好似有少少改變個踢法啦。咁啊，因為咧摩連迪斯入咗嚟咧，踢呢種波都啱嘅。嗱，再睇下頭先個波啦，到度點樣咧係打收錘打唔中，後錘頂入咧就啱啱頂中咧列斯加個 pat pat 啊！時間就越打越少啦，仲有十一分鐘。咁睇嚟咧，皇家馬德里好可能咧係面對咧係今年第一次輸波，咁可能咧唔止輸一球添啊！哎，今次救得靚，空門啊！一頂彈柱，又唔入，仲唔入？唉，由森馬奧咧就射成2-0，呢個波應該入㗎。好啦，教練嘅費拿真係可以咧係安安靜靜啦。所以咧係搭埋心水咧，係睇埋剩翻落嚟嘅十分鐘時間啦，應該入啊！嚇，高古教佢之前嗰個波咧應該入啦，射得咁靚。今次利華到嘅射門雖然係俾卡斯納斯係救出咗，咁啊，但係美超嘅球員咧喺個頭槌保中咧，其實根本已經係可以再入啦。呢個波留意七號嘅阿邦索應該入噶啦。咁如果咧？條柱都幫忙咧彈翻出嚟咧，即係話呢個波應該由葡萄牙嘅森馬奧入先啱嘅，始終都係屬於咧係巴塞羅那球員入嘅，2-0，好勁啊！真係好勁。但係呢個位置阿魚嚇，其實以阿希亞路咁有經驗，亦都知道你話到就啱個左棍咁近，真係好難搞嘅，真係唔應該褪噶啦嚇，起碼都真係搏一波。就刪佢，咁啊呢度俾佢射到咧，轟到呢個卡斯納斯都擋咗個波都震下震下嚇，噴都可以噴啊，大細佢啊！但係噴都可以噴嘅意思就話你可以咧就係防範佢個左腳啊，嗰種噴，即係封佢嗰邊，佢可以退入右，推佢右腳嗰邊。即係佢咁嘅技術，面對你嚟到你點樣標佢啊？嚇你標佢啊，通埋呢啱佢過完，你再過多轉仲得啊！喺皇家馬德里最有氣勢反駁嘅時候咧，啊俾對方係踩多腳，呢多球。咁啊，所以而家呢場波睇嚟應該可以話比較穩定嘅局面啦，應該贏得啦。巴塞羅那呢場波，啊，仲整多粒添，好啦，哎呀，好彩咧就守門嘅卡斯拉斯咧出嚟咧擋擋個波擋橫咗咧，仲有補個解圍嘅機會咧，輸夠三球添。阿方素咁啊，頭先咧頭槌攻門咧點中柱，咁啊再由咧就係。森馬奧咧真係嗱，睇睇阿方再頭攻門中角彈出，森馬奧補射入網，咁啊射成2-0嘅局面啦。睇嚟都輸波啦嚇，皇家馬德里呢場。好啦，執翻後先，好俾個右邊空曬位，謝利美。
哇！喺胡里迪斯啊，呢個波出到嚟呢度完全咧俾唔到自己嘅隊友喎。哇！巴塞羅那啲後備球員幾高興啊！只係第二球波。分別咧就係、是、巴塞羅那又用波埋嚟歡呼，自己擁躉緊係啦，法蘭首長。你話如果呢啲波係皇家馬德里球員入咗行埋去嗰邊啊，哇唔定啊定到七彩。咁啊主場咧的確係有佢嘅優勢喺度啊。咁啊但係咧近十年呢個皇家馬德里嘅宿命論都打唔破啊。好啊，巴塞羅那上一次喺老營球場咧輸俾呢皇家馬德里，即係皇家馬德里贏咧已經係83至84年度。嘅事噶啦，哇，足足咧成16年前嘅事啊！咁啊，過去嘅16年咧，真係冇辦法咧喺呢條球場贏波。咁啊，今年咧啊，亦都係睇嚟就唔例外啦，兩球在手，咁好定啦應該。嗱，巴塞羅那咧就可能呢場波係贏波啦，但係佢有意味著啊，亦有可能咧佢會罰錢嘅要。主場啊嘛你，自己嘅擁躉唔約束啊嘛，可以罰你錢噶。好啦，咁啊大势已去噶啦，皇家马德里落一球呢，仲有得搏一两球。而家啲拥趸就唔止话针对费高一个，系白衫嘅球员行埋啲掟嘅，唔理啦，啊，总之唔理啦，有人行埋你就掟啦，有人行埋啲掟嘅。不过费高嚟啊，掟得犀利啲。其实呢个现象唔单止喺巴塞罗那球迷先出现嘅啫，嗱，调转咧去。皇家馬德里球場作客咧，都係同等對待嘅咧。